来，你给我讲一下第三季度的营业额。今天土豆一块八买的，赚了赚了。这三季度的营业额只有一亿八，我赚了吗？幼儿园的兴趣班是引进投资，投多少都值得。那我现在再投十个亿，值吗？前面堵车了，通勤遇到这种路况就是没办法。法拉利耗油，保时捷送修，我现在做公交车通勤，我们做化妆品行业的，时尚嗅觉要敏锐，我就是潮流，就是风向。 来刷卡投币啊！没刷卡的乘客把票补一下。等一下。我没带卡，你帮我刷一下，我有个微信号。哦，行。 喂，我当时不是给你说了吗？要把营业额给我做上去。所以呢？我让你刷卡，你投币干什么？有区别吗？怎么？刷卡一块八，投币两块啊！没刷卡的乘客补下票。 不是就差两毛吗？你意思是你不在意这两毛钱？啊？走吧。哎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关键是我帮了你，不是应该对我？谢谢，不客气。 我说的不是这一块吧，是这一亿吧。虽然这一块八和一亿八对我来说没什么。太年轻了。石总，石总，分裂药研发怎么样了？我这敢问你，能吃吧？